住院，酒店不让带宠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来了，别闹。小明，启动，走来走来。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吗？当年在香港的开场啊，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龙虎武师。 龙虎武师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我又没有学了，下次。对，罗师傅，今天我就要拿你这马来抵债。师傅，我让莫迪公司这里才能输。叔叔，那这回官司万一输了怎么办？练这个，到时候用得上。罗师傅，你们稍微冷静一下。 我爸他们那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很简单 ，action， jump， hospital。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龙虎武士 ，never say no。 我店都开在200万了，还都不卖，看来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。 龙虎武师都是热血男儿，来，跳。